北界通车了，那呢？赶快已经去十年的捷运新北宽纵线，什么时阵要通车呢？昨日因应紧急的状况，就伫测验列车救援的过程的时阵，竟然是浪计生金，这个列车真正害去了。这是不是影响到通车的时间呢？来听新北市长侯友宜安怎讲？一定要确保安全无虞才能够通车，绝对不会赶时效未通车而通车。不过昨天很好，那有一些状况出来并不是坏事，我们针对有状况的事情把它改善到好。侯市长早起为候选人徛台，针对昨个演练出状况来做出着回应。侯市长讲，绝对袂赶时间为通车来通车，会先确保着民众。坐车会安全。